有一种默契叫魏大勋和杨幂，看到他们的新动态，网友炸锅了。自从杨幂离婚后，她的感情生活就成为网友们关注的重点，并且还诞生了一位绯闻男友魏大勋。之前有人拍到魏大勋和一女生逛街，有人通过女生腿上的痕迹判断那是杨幂，不过这毕竟这是猜测，没有实质性的证据，双方当事人也没有公开发声回应，因此这个传闻渐渐平息下去。直到最近两人双双更新动态，网友再次炸锅了，这件事瞬间登上热搜，引起网友们的讨论。不知道这次杨幂和魏大勋会不会有回应呢？他们是通过综艺密室逃脱认识的，两人都是单身状态，并且在节目中的互动 CP 感十足，也难怪只凭节目就圈到了不少 CP 粉。事实上杨幂是个很容易和人有 CP 感的人，这也是为啥她拍戏会这么受欢迎的原因。不过还是有不少人觉得很难将杨幂和魏大勋联系在一起，毕竟他们除了综艺之外就没有其他交集了。